然后再告回国家的 bridge。但是来提到，在上台湾出席，其中各地区一个所在，现在的对就上台里在，困住的一串，提到主要说明。咱知影地地理牧师，地地理牧师，啊，然后做歌，啊，伊歌咱一直拢是爱唱。啊，伊做一条歌叫做《我的故乡的故乡》，你捌听过？听过，听过，听过。我有听过。长山过台湾，路过无水沟。找找安心一边的所在，到大稻城，好的。所以咱听着要讲，以色列人安怎入去这个迦南地，今仔日叫做巴勒斯坦。啊，圣经讲是老天甲伊的地，啊是上帝应允的地，啊来讲起。啊，再讲个讲一话，啊，讲个差不多你就得去啦。民数记，圣经民数记十七章十。伫遐，耶和华对摩西讲：“你通爬上一个山，叫做阿巴林山。对遐，你通遥望，我要赐予一切的人土地，就是我永远要予恁迄个老天甲伊的地。你干那会当看？”你就要回去你的面做遐，意思就是讲，你就要死。摩西听耶和华对伊安尼讲，伊就对耶和华要求讲，求你设立我一个护戒者，可以通率领一切全族入去迄个迦南地。结果就算出一个人叫做约书亚，成做以色列新的领袖。结果是约书亚带一切人攻入迦南地，老天甲伊指向。虽然恁们地是上帝讲要予恁，所以并不是地面边边恁白地就得会着。约书亚是啥物人？伫摩西带一切的人出埃及的时，迄时约书亚是摩西身边一支少年的助手。约书亚甲摩西作为受苦时代，带六十万的以色列人，迄是查甫人来啊，虽然囡仔甲查某人也未饱啦。出埃及，然后漂流旷野四十年，啊才看见面。到这个时，约书亚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就是这个耶稣啊，率领一切人攻击迦南地，攻击迦南地已经隆重记载在圣经的耶稣啊，攻击迦南地一切全民付出极大的代价。读耶稣啊，咱未免一定会拄到一个真强烈的印象。这本耶稣啊，是全本圣经内面老会一切最惨烈血腥。
做啥事？这个模式的奋斗一生到来，我讲，上帝无会去其他方面，叫伊爬上那个山，好你看。虽然他谈甲摩西做伙爬上阿巴林山，和摩西做伙来体会，伊最后果然亲目看到这片老练甲美丽地，伊顿时心境毋知何变化起落。甲感慨，看见了。最后，果然是摩西亲眼看着这片老天甲彼个地，总是率领一些全军入去的兵士家己，上帝，甲这个人交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咱想象出来，摩西伫阿巴连山遥望那片美丽土地时，伊心境的感慨甲起落是毋知是何等大。摩西伫以色列十二支派内面，伊是属于利未支派啦，对不对？利未这个支派啦，对远古的传统以来，就是宗教受用最强的一个支派。伫以色列全部十二个支派内面，利未这个支派专注负责宗教，这是真重大代志。摩西这个利未人的支派的系统，所以将做一些的人认识了，自然地的出来，包括十诫一个其他的法条，这是的规矩，所有社会规矩。宗教、政治、社会、统治、等等，拢是摩西手里一个制定出来。摩西这个立民之派，一向拢是扮演一个上帝甲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媒介媒介。摩西这个立民之派，虽然出自个以色列民族，就是一个最大民族英雄甲领袖。这个领袖，摩西本身属于利未的支派。当以色列人打入迦南地，留了甲彼个地了，十二个支派分割所占领土地时，利未这个支派靠上话，讲嘛是话，应该有分享者。一些有史以来最大的作用是出这个几百，啊，我是这个几百传出来的，啪嗒，干杯一门口，入去以后 ，suppose 用功成果，领袖不是出名之作 ，suppose 伊在分享在正面头的，结果超出所有人想象。当伊是来专注要分割这个老人家变的地势，利未这个支派出最大领袖，攻上外，扩上外，要占据最有利的地位，各位因是分得相争，因分得连。圣经记载讲，利未恁这个支派。伫恁个兄弟中间，独独恁无要分任何产业给恁，大家一般拢挂住的。因为啥物？因为亚瓦逊是恁的产业，这顾不了。应该分着一丝仔，应该挂住的，搁亲爷阿姨，他都肯定会安尼。感慨万千，反映事物反映了，啊，想法也安尼做，是不是咱分享这样？咱若看起以色列这个民族，为着求生存，为了发展，为了求强盛，因固守因的宗教信仰，固守因的精神的核心价值，是当作否定动力，动力重大。上天之外，中间最好不公考的利益之外，是应该分得第一者，结果全部牺牲来服务其他的一支派，告诉因你
民专做最核心的艰难，这什么东西？以色列这个小族高高不亡啊，必然有其原因。牺牲遐大，佫分派一个支派专门来构成因的核心价值。啊，构成的核心价值，这个人佫要牺牲较大个，无半个分。一些人都不如一家人搞出来，想老不公搞起来，问我话，一年进步，继续一些好物件，他一年起来，个人的核心技能。这个牺牲最大的意义是啥？因年老的领袖摩西打伫阿巴人的山顶，瞭望伊脚袂当踏入去，也老练甘子。迄真正是一片何等美丽、肥嫩的土地。虽然上帝讲那片土地要复原，不过遐住个地地地的人了，你若要填土地，伊太乖乖了，伊绝对会含你拼命，伊绝对袂急到飞到快。你上帝好哩，你爱去睇啦。今仔来看，迄是住甜甜的家人的人是甚物人？甚物人叫做家人啦？你若要去那去那遐买衣服啊，遐去买就是家人。你来看下，是甚物人？甚物人是家人？绝对无想到家人地的外遐家人，原来是一些个真遥远、真遥远、真。冤亲，应该叫亲族。叫一些人所在，因真遥远遥远就冤族，叫做哪啊？他传出来的时代有些洪水。叫信徒说嫁给哪啊？还得冤过时代，还得那么犯罪做官嘛？不过上帝是去，就家得罪人民总得掉，就哪啊？这个家族的是好人。那做一个大主，啊，将伊个啊厝内人甲一寡啊 friends 啊，一寡太古仔来叫伊，啊，他一寡伊个阿弟啊，电视开始看，所以对技术方面来看，世界到迄个是应该得了了啊，就剩着哪一间。那就生三个囝，来听伊三囝的，伊三囝的拢是一个，大囝叫做谢，相作谢，第二囝叫做韩，第三囝叫做那不亚非，大囝叫做谢，第二囝叫做韩，第三叫做那不，哎，那不咱没听过，韩。什么好？慢慢听。相，相相，哎，相几个天？三组啊，相组啊。大件的这个相，也好大不行。起码是要进这一批来人做。所以那些人欢迎太郎，欢迎过来，叫做安排身体上，欢迎相的身体。所以那些啥叫我家叫做，各位，叫做相相，我该自己做翻译。第一，哎，这样叫做行，第三项叫做
哪个？他大囝的子孙叫做相中，相中就是你若欢迎，就是叫做安泰寺在里底上。啊，什么人会欢相？迄当然是二囝，含啊，这含的哪是还不讲真歹囝？照圣贤的记载，第一件含不生一个囝，那是第二房生的那个囝叫做什么名？伽蓝自己造出来。所以第二房含个一件伽蓝，拢是歹囝，照圣贤记载，这是一个圣贤来讲，最是旧作的一把。在古代的世界，到今仔日中亚的文明，因拢是一种的两个流域啊，又发达到各地是一个历史。在迄时的中亚呢，有一条千长万足的迄个真肥真那个土地，对两个流域又发达到一个历史哦，今仔日的啊，今仔日伊朗。伊拉克啊，一直未来啊，到相当的边就是加勒比，啊，这属于耶稣一湾的，你看看不见。到这边相当，相当的这边叫做地中海是，这边就是地中海，啊，这就是加勒比。啊，这就是用带，用带以西，要带以西到地中海，这是一条叫做干的，啊，规个叫做肥缩夜晚，这是古代啊中亚文明的摇篮，啊，以这肥缩夜晚家呢。拢是一种两小的，啊，特别是到就是说，我哩相当方便，这个家庭在家，那边是地中海，啊，所以唔那农业小的，已经开始有商业的行为交易，所以是一个，那个老人家那个地界的，是一个真正的所在，所以一些的人。要找一个所在安心一边，一边不是真在找。啊，人谈到讲了哪地个囝叫做含含的囝叫做假人，这个歹囝歹爸，各位难道数来数去数来数去，是古早是不被看好，我往看来看去，嘿，唔知什么原因后来，煞这个应该是鸡屎命，一千年以后煞。啊从小要变成天人吧？哎，各位公先生，挂在这里干的，老人家不累？刚才也听过。啊，换是哪个挂件想？会好来这里去要来人做呢？全世界漂流无地去啊，数来数去，为这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开始享有这片土地。开始会切断伊地，伊个祖公地个囝含个后代下来地，这你拢无去想，这你拢无去想，迄落像个亲戚过三代的罗小姐，你望来是你即公阿囝后代，太难。不管了，反正你那个就上好啊。所以最近读个起啊就。对个，你家己，你安尼古底啊，你卖恁物件遐人，你着小可较客气。安尼，咱着看出今仔日八十岁个关系，是结甲话，安尼话亲啊，差不多结甲是创世个时开始结起。开始啊，知影，因为八十个人，一些人是亲戚啦。
即阵咱来想哪大件相助的话，过食像个苗太一样过来，大件不能高高太上了，高位太远不该。大件相助的话，该早起出一大人物叫做阿弥陀佛。这大件相助，因一向拢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为居啊。这些水的水的靠死去，无人落河全家大小，就过千丝啊，到别位有水有草所在，一生让别人去争夺水的草，变成。到阿伯人的时代，这作物有较强起来，阿伯人那是有家己的宗庙，有家己庙，有家己的神，甲家己的宗。有家己去体会，就一种事，爱做一种事，啊，就家讲出伊这个伊这帮诶一个精神的核心点来。可能阿爸阿娘有家己明白的心甲宗教，所以因的核心点来是稳定，所以这是阿爸阿娘制作会当强化一个一个理由。阿伯阿姆生伊生，伊生到伊生这代呢，伊生佫有家己一个宗庙了。伊嘛有一套伊拜拜的，我来讲开，伊嘛有一套伊拜神的方法。啊，伊生佫生哪个？哼，哪个？佫有一套神。阿伯阿姆生伊生，伊生生哪个三代？各大各各有神，各有上帝。这三个上帝应该是上同一个上帝，但是三个人对那个上帝体会，还是对上帝启示无相同。但是伫古代社会，各帮各族有家己的庙啊，家己的一套神哦，是一个足大的慈善，你袂当无去。除了阿伯兰伊善根以外，嘛有其他的小帮，甚至嘛有因家己的事。不过，这一代做古代无同款的事，应该拢是来源于阿伯兰的上帝。阿伯兰的上帝是最大的大神，所以咱全部叫搞一代搞，包括穆斯。一种靠那是那个追过去的拢比较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古代的作定中间对这个天地中间有特别清晰啊，大概是亲像保罗的安尼迄个时代，伊体会到这个讲一本册教大家学生读起来，就无同款了，对不？感谢上帝，你了解我是我是阿伯拉罕，三宝我对上帝了解的启示，伊是讲出上帝的传道。阿伯拉罕对上帝所接受启示，就讲出了最大的传道。不是古代用阿的世界，哪阿的条件相对来阿伯拉罕以下的作用，根本就无法度去中亚的肥沃夜晚，我和别人竞争找到益处。一点点立足之地啦，迄是用啊两个留意哦，迄卡位挂作哦挂地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太阳就这里卡了，都修作起不来啦，底下先做，所以也只不过是安尼，啊就边啊数着数啦，往高价咧，五年涨价过来都消费，加加是安尼。相族的阿伯罕生伊实生阿国，阿国就生张学良，所以阿国到尾咧改名做以色列以色列。各位杰克的名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今天你这边有带人，带人的名叫以色列。这阿国就改名做以色列。阿妈的生长一样，这家族一系列的长期变。
新名叫做以色列人啊，国生十二个囝，上细汉的囝都是互老爸爹疼，结果其他的十一个兄弟外国，甲细汉的小弟都是讲也去卖互漂流遐的遐个沙漠遐的，一手过一手一直卖，后来最后国色，啊国以色列上细汉囝国色，就向卖到埃及，伫古早世代。你若流浪哦，到尾你大概拢会流浪到海边来。后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迄个时代是条条大路通埃及啊。因为埃及是当时最哇最不得了、最富足的所在，埃及的文明是高高的无法想象。The 5000 BC。那是贵起码算起是七千几年的，再烧的 good plus 纪元两千年，这亚述进入五千年，埃及哦，都已经建立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王国了，那是偌久？中国是夏朝都都要真真假假的，个商朝它稍微有点记录。那是历史一千五百年的，表明埃及建立上埃及和下埃及王国，是伫中国，比早中国三千年以上，你看是偌久啊？所以就在埃及的古文明是何等的古老，当时世界埃及是老大。你来流浪，世界流浪，到尾你拢流浪去埃及。伫当时世界，埃及是一个最大、最悠久的文明，制度建设大国富足，容易讨价。结果咧，我唔只讲哪里乱，各位，最后表达是流浪起来去，无咧王阿公十二将这细汉要食的流浪到埃及，唔知安怎，好去埃及杀杀。啊，见从小也变天了，为啥变成大官了？当时伫中亚大地区拄着大饥荒，亚国甲伊个十一个囝无法度生存，家财银行流浪去埃及迄个吼，移民来美国迄个吼，佫有联络，所以伊佫有含迄个流浪到埃及佫有少联络。要是讲啊，恁娘嘛，拢无咩人叫，恁拢来啦，我有法度饲恁嘛，我都办移民啦，阿恁姊妹拢办啦。十一个在后边，拢落去埃及逃课，迄个细汉囝要死。结果老爸，阿公刷其他十二个囝儿。千里迢迢，寒山过岭，拢来到埃及，逃课因伫埃及困得不错，就是安尼讲，就是。结果阿国当十年叫做伊斯兰，伊斯兰十二个囝定心伫埃及会合，除了上细汉的角色已经伫遐，其他十一个囝，听我讲，刘边、西边，过一个囝叫做李。犹大、以撒加、西布、便雅悯，搁是叫做但，那是拿弗他利、加德、加拿西，这十一个兄弟落去埃及，和上细汉约瑟的支派，约瑟的支派，啊，约瑟的支派，看看嘛，到尾因为伊底下还是带过。因为上大，出面拢是平民啊。约瑟个两个囝就叫做伊哈莲、甲马拉西，这后来嘛请了钱，所以约瑟个钱啊，到尾他叫两个，伊哈莲、甲马拉西，伊哈莲、马拉西拢是哪个爹、是哪个孙，两个在那卖关。白人那是不是他爹是嘛？因伊哈莲、甲马拉西是上约瑟个。这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囝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摩西出去，其中一个支派，伊一代一代一代，然后爱个团，后边出一个摩西。圣经记载，因生活伫爱个生活，真济吉祥
正我爱去赚地，伊是来去赚作，结果去爱去，总不了吧？而且有一套我来讲，来讲，伊是来去爱去做的，全赚钱来讲，学者可能是第一。可是这样子，你自己来呀、啊！古早路的上帝，太平就为尊贵国业来，为霸业来做国工。你看王爷，咱家闽南讲，咱来你古早路的，是来到这看到玻璃天花板，讲咱来咱一间，卡住恁家人。这个是哪里所以这家是这样的就可以因那是你要做国家还是香港国家因是这样来对吧一是来转做移民去爱给你是移民所以我叫王子我让他念啊刚才伊们在美国不挂小强，大部分拢是真艰苦，不过毛在美国真成功的人。所以伊是人毛成功起来，伊面目玉石就做到国光明，甚至做到王主的感觉。不过命运对伊是个民族的捉弄，买单看作上帝对伊特别的安排。历史学家看伊是个能变民族的大前锁，做伊是个轮变。转类的拼搏，他这边就是一些全体民族的埃及几难吧，甚至是一些民族全民族化生的埃及留下。你留下嘛？你来呀？你爸母啊，即嘛也无好对你来。埃及是当时世界最大古文明。一系列只不过是用阿族水草而起的小游牧族群，上帝上帝专门做专门做个爱的留下，冲击一系列人头脑，至少质量比这几个大，咁无样。你是偌小群也起两万个。第一遍，历史学家看一系列人蒙古以后收掠去巴比伦。嘛是整个全民族的精英，拢是前线去打仗的。巴比伦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文明，以色列全民族由各全族去巴比伦留下一辈子。这就是假设的那些以色列人，厉害的家伙。历史学家论述，要了解以色列文化的传播，绝对袂当忽略因受两边的大前线的艰苦。能变拢互因拍断手，变得了。历史将一些专注放落去爱的，亲像不过是上帝对因的审判目的，不是要毁灭爱的爱部落的。果然无故上帝佫带因专注对爱的出来，进入旷野的。最后，摩西来到阿巴人的山顶，摩西要不得了望，伊脚踏的到所在，就是迄个迦南地。平心来论，伊些个民族历史的遭遇，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历史遭遇。因亲像永远拢是路无处，永远拢是在行，永远未达到的目标，是安怎还是安尼？我相信。因所以安尼跌，是因为因惊对上帝和因迄个款的经历来咯。你若惊安尼路，你就永远必须惊安怎惊嘛，惊袂到。第二，上帝设立伊家己做一系列目标，上帝设立伊家己做一系列核心地带，结果伊这个世界一系列都会拢真困难，得其所不丢。为着安尼，一些个高级的历史可能的，因就需要上帝来 take care， 因就需要上帝来教导、来
过秀，甲因引出甲因立。偏偏因拜上帝，伫后壁还开始就是因为家己要来甲因照，家己要来甲因立上帝。我正讲你话，咱人讲到拢臭头家，就是讲上帝甲你照。上帝甲你立，甲你引出。上帝讲，我要甲你照，我要甲你引出。全本是跟从我上帝这款的声，甲这款的对人因的他人的心态，上帝就是要甲你照，上帝就是要甲你引出。传教咱基督徒，咱嘛是常常挂在嘴，我好上帝照，上帝引出。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遭遇，那听着上帝要给照顾，听着上帝要给引出哦，因叫做是第一必要 necessity 的救命。不过对一个无遐可能的民族，无遐无路通行的，上帝人要过秀，咱太不会过秀。不但无一个人，譬如说讲啊，我今天我要来给你照顾。啊！佮明仔载佮一个人，我甲你带，你佮较去，是你从前路你也来头，前路我要做，你头摆做我，你个应安尼啊？嘿，你佮讲要共带咯，讲要共照顾，人毋是做番人诶。这边的 Queen's Pool啊。我看了一个真老的学校，我真困难，要安尼翻过来分数啊！啊哦，我想讲应该好心人该带会过，因为分数啊是纽约世界上出名的希望高楼，你知啊？那当然讲爱做事，该做。十几年前我捌亲吧，就是我头前的，转变。所以人过几时我当场送一新娘，我要看，所以我就真感觉这款的代志。迄时我看到一个美国阿婆啊，无人看过，伊无法度行啊，一直总要过，所以我真小心刻意问伊吼，因为我知影美国阿婆啥人看，伊也看到就是基本的事，就是讲有遐老。所以你袂当去看那个，就纯叶秋花花，安尼就小假。哎，你爱过这种的，你爱看你，你爱那个就是东西，所以嘞，所以我就唱完嘞，啊，回来干嘛嘞？这两个真老家了，不变哦，不变，安尼玩过几时好啊？我就叫讲对我去 ，follow me， 啊，叫我看一家的出来等那个鬼，无想到哦，一撮看袂行了，一动动哎。伊讲伊行拢安尼就过，结果无一个尔哦。当时我伫牵伊，是伊伫牵我，公公狗去撞到有救未？迄车是救救的，是嘛不一样的？啥物？伊家己电电，又家己咯，伊要行，再无你错。因为我给你做，我就跟你讲啊，明仔载一人去，你自家看，我要给你照顾，我要给你抓牢，你把气到半死。你叫讲以后拢卖过来。嘿，你要共照顾，你要共抓牢，这个话不是，大人拢卖的，只有乡人才卖的，是无路通的，知？想到一些兄弟，会想到一个照顾你的兄弟。会查到一个新娘，讲我要替嫁你，我要甲你立。啊，伊是两句，这对这两句话听真入耳，当作是必要，当作是救命话。因为伊是两个真无数无当行，所以你若要接受上帝的教导，甲接受上帝的义甲引导，你要有两条。
你念遭倒无咯，你才会犯这个位置。第二呢，你爱追求真理遐尔款的路人，你才会犯这个位置。我保证咱的生命一定会是伫这两种内面一种。安尼在。会需要上帝特客哦，甲你个啦，甲你做，必须爱有两种的经验比较较少。第一种就是伊实在是无路人，伊实在是天天都唔知要去倒个，为甚人无路，走嘛无路啊？即款人听着上帝讲要甲特客好过，听着上帝话，我就去发了。佮另外一种人就是伊当作真理是甚样哦，哎，来想。一定也是这两种来历的一种。那一些呢需要一句话，但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句话。我昨到半夜才打电话给红娘改的，给红娘，我电话要改，先跟你妈改，啊，电话改就注意，因为我本来讲老年改的地。所以就讲连续几集拢无去啊，讲袂到遐像咧做爸爸，味创伤济啊，一杯药就爆起来，再爆顿两，再爆顿两秒。所以咱其他些咱老咧是甲袂真诶，咱是讲地步，到变好起来，咱进去真正进去到遐，啊，这是一个就是。这来帮助恁对信仰心啊，来安慰起恁，让恁快乐起啊，啊，底下是做好个效果个成绩，啊，个大方面啊，来安慰起来教会，来信仰。在上帝外面困住有业务电力，一些的正面做个路有关系，大面做个路有关系，我个路有关系。你按照因传一些的